那现在出现在红毯上的是入围最受欢迎潜力星的六位艺人：郑六月、曾小琴、萧心妮、JJ 梁家靖、Benjamin 陈正旭和 Daryl Ann 丽玉。哇哦，这班年轻有活力的艺人一踏上红毯，马上让整个红毯充满朝气。希望这股蓬勃向上的朝气也会给他们今天晚上带来得奖的好运哦。